我要唱，主唯有你拯救我生命。耶稣，你释放我心，将我罪和羞愧都完全挪去，为我你成为赎罪祭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我站在你光中的荣耀恩典，在公义和怜悯中间，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，基督你活在我里面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我站在你光中的荣耀恩典，在公义和怜悯中间，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，基督你活在我里面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被拥抱在你十架前，慈爱和怜悯，祝你已倾倒一切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被拥抱在你十架前，慈爱和怜悯，祝你已倾倒一切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已被赦免。或许在你生命中有一些艰困的时期，你会问，到底有谁关心我？到底谁来关心我？到底谁在乎我？
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是，上帝在意你，上帝关心你。很多年前，有一位诗人，他叫做大卫，他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心情。在诗篇142篇，他说：向我右边观看，没有人关心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眷顾我的。这位诗人在那样的时刻，他感受到好像没有人关心他。可是今天我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位关心你，他要做你最好的朋友。当情况改变的时候，你周围的人可能会离你而去，而上帝却永远不会离弃信靠他的人。使徒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不论你现在的重担有多重，也许你可以尝试着把重担交给神，让上帝为你来承担。多少年来，我们的神他已经向成千上万的人证明，他是一位亲爱的朋友。上帝并不是不知道你所承受的痛苦，上帝爱我们，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。上帝允许这个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好叫你可以转向他，并且接受在耶稣基督里的爱。有人曾经这样说，上帝常常以忧伤的铲子凿出喜乐的井。神在基督里那奇妙的爱，能够化黑暗为光明，能够驱走所有黑暗的阴霾，使黑暗变成白昼。上帝了解你的忧伤，上帝愿意分担你的困难，他知道你所承受的试验。更重要的是，上帝想对你表达，他关心你，他关心你，他是你永远的朋友。上帝对你的爱和关心永远不会改变，你可以信靠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神会赐给你力量，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和重担。有一个故事这样说，讲到有一个勤劳的人，可是那天他遇到一个窘境，他失去了他的健康和所有的积蓄，最后连家庭也破碎了。后来有一位富翁知道了他的情况，就寄一笔钱给他，信上附着一张小纸条说，以后仍然有。过了好多天，那位受苦的人他又收到同样的信封，里面仍然附着这一张以后仍然有的字条。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，这个家庭持续地得到经济和打气，不断地收到这个字条，以后仍然有，一直到他从苦境转回能够自力更生为止。上帝的眷顾也是这样，他供应你充足的力量和恩典，面对今天的需要。至于以后的每一天，神保证以后仍然有。谁关心你现在的需要呢？上帝关心，上帝关心你现在的需要，他爱你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，神他要照顾，他要带领你人生的每一个脚步。